迄、那个孟奇的观察真好吼。咱来去首先，咱先来了解讲严宽恒、颜清标，因是虾米款的人吼、哦。其实以咱台湾的政治的体系来讲，过去国民党时代所建立迄个 NB 体系，伊就是属于恶霸政治这个部分。所以，伊即马恶霸咧装可怜呢，恶霸咧装古锥呢。所以，伊最近你来看哦，伊最近请两个发言人拢是韩国语的，吼、哦，一个叫做白乔英。哦，这过去是媒体的记者，哦，啊，另外一个是男性，啊，两个搭配开始咧用这物件，伊要先甲背调，先甲这个即马媒体咧检讨伊土地，吼、哦，伊这个大豪宅，其实我讲的这两行哦，即马是讲伊的豪宅哦，伊伫咧七期有两间哦，吼、哦，一间是伊的招待所、哦，迄、那个招待所隔壁的。隔壁所有厝边拢知影，规暝拢安尼疯疯叫哦，吼，敢若开 party 安尼吼，饮酒饮烫海啦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因的日常的生活习惯。另外一个是讲伊的厝，其实咱伫个罢免的时阵，陈柏惟已经家伊的资料公布，伊家己公布的哦，是颜宽恒家己讲，伊有65笔的土地哦，啊，其实这种也无法度证明。我甲大家讲一个更加恐怖的事实。台中市是咱全台湾22县市都市开发案上多的所在，县市拢总有14个单元，14个单元内底上细笔的80公顷的土地，上大笔的200公顷以上，这十四笔，颜宽恒拢有啦。啊，但是你讲倒一个是案是伊案，无，因为。那是台中一个习惯，叫做交叉持股，然后互相分配。所以伊现在老神在在，第一，伊本人因为因老爸超贷，利用过去省议会的这个特权，超贷所欠的钱，吼，所捏做的钱，拢过户去伊的身躯顶，啊，结果欠人的钱拢无还，这就是恶霸的所在。第二，伊即马伊家己本身是65笔土地，另外伊阁是台中土地开发的上大户啦。啊，伊即马咧装什么可怜？这是咱台湾人爱反省的所在。是安那？因为伊我都伫个伊因老爸开始伫个沙鹿吼、武峰吼、乌日迄个大都吼，才徛起20几年，就是因为手中有钱嘛，伊用甲你买的嘛。咱来去反省讲，你买这個民主的成本，伊用甲你买，伊甲你服务，伊欢喜就甲你服务啦，无欢喜讲我来甲你买啊，我就紧甲你买啊。啊，买了的时阵，伊开始利用这款，不管是做管新议员，不管是因家的做管议员、市议员做副议长，还是讲伊做立委，伊完全拢为着伊要去开发土地的利益来保持嘛。所以伊随时就有钱啊，你要输伊啊。单片为先啊，罢免的话就是用买的啊，我公开讲啊，用买，因为咱拢知影嘛，每一个卡档拢有人伫个用伫个计算讲，你有来你无来嘛，啊先啊变呢，就是讲啊，我对你甲提起啊，你无来甲我投罢免票，我会去找你啊，对不？有棍啊，吼、哦，棍棒啊个萝卜，你若好听话，我就给你萝卜吃，给你糖啊吃，啊你若唔听话，我用棍啊甲你削啊，大家惊嘛。一般人会惊嘛？啊！你即摆看，伊即摆媒体出来拢咧装可怜，讲我唔知要参谁选。讲实在，咱所有中里选区的选民，参你选，拢参你选，参你选民选。但是你要有食死死无？你若有食死死，伊继续用钱甲你买掉。唔是干那颜宽恒安尼，伫花莲嘛同款，伫婚姻嘛同款，花莲的部分区，婚姻的张英美，即过去维权时代所建立的这霸权的政治，拢是用钱。杀出来，啊！所以要来改变这个选举，其实就是爱咱的中医选民，医生也优秀，伊嘛去对着选民来讲，嘘，我拢支持你，但是我唔敢讲。现在咱台湾以1996年开始民选总统以来，咱即马已经达到民主化，这20几年来，是安那阁有这种代志？迄是咱选民来检讨，咱台湾人来检讨，咱台湾人感觉讲，台湾爱是正做家己一个正常国家，咱爱先让选举正常化。选举无正常化，咱台湾绝对袂正常化，因为选举无正常化，就会选出这种卡小，
这种卡小队在国会内底影响，咱要去美国吼买武器，伊会甲咱阻挡；咱要改变咱的能源政策，伊会甲咱阻挡；咱要爱台中的空污会当降低，伊甲咱阻挡；咱要公投，互咱台湾人做头家分开出去，伊会甲咱阻挡。所以，大项即卖四项公投，因咧动议的背后就是一个恶意。所以咱十二月十八，咱就是善意对抗恶意，咱也无法度突破这恶意。第二，公投未过，一月初九的补选嘛危险啦，讲实在危险。所以我要甲大家报告，就讲基本上跟宽容，伊背后就是真庞大的土地利益。这土地利益一个讲八十公顷啦，一公顷可以赚一万块就好啊啦，这不止一万块，你看伊赚偌济啦。啊！伊一票甲你买三千，一票甲你买五千，结果伊四年一位一年，伊甲薪水得了领四千外万呐。啊！你看，你甲摕三千尔，你会好未？你袂好啊！啊，同款，台中同款，伫个婚姻同款，伫个花莲同款，拢有遮个恶环境伫用钱甲你买票，用钱甲你买票，就是买你的。买你的民主的权利，就是买你子孙啊未来的台湾权利，也是买咱台湾的利益。所以，咱是不是爱以四项公投这件的投票，佮包括一月初九中二选区的这个补选，咱重新去思考讲，咱台湾人要怎做一个国家的主人，咱要安怎做国家的主人，要安怎管理这些政客，要安怎管理地方政府，要安怎管理国家。我相信是以。单片为罢免了后，咱整体要做一个沉淀思考的时刻。